来，这边出现了一个新手游，为顾客点餐。这款好像在苹果早就出了哦，然后安卓最近才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先出安卓，反正安全都见。我一开始在想这到底是什么游戏，因为我之前在 Apple Store 的，在苹果有看到，可是在安卓就没。为顾客结账，也就是经营火锅店的游戏。你看，这种攻略，这图鉴，给你们写的吧。唉。那就完成了，超级好玩的哦！哦，你看我们的餐厅又更大了，哦，非常的好玩啊！哇，好多的两个游客，终于可以赢场了，做好了，赶快收起来。咱们就上菜 他们就自己吃了。等他们走，我们就收钱。